嘿，我是 Anger， 欢迎来到我们的《鬼灭之刃：魔主生存》第二季。没有错，还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个《鬼灭之刃》的系列哦。那这一次的《鬼灭之刃：魔主生存》第二季呢，是在 1.16.4 版本哦。没有错，是一个新的版本。那大家也知道嘛，我并没有玩过新版本的原味生存，所以其实这一切都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哦。那因为我并没有玩过这个版本，所以呢，我尽量让我们的地图看起来跟原版是一样的。尽量啦，其实我不知道原版是不是这样。我刚才看了一下色泽，好像有点不一样，应该多少有一点改动，应该会有一些模组的地形在。那块木头在上面，我想要拿到它，但是好像有点麻烦哦。我们把这个打下来好了。对，第一件事还是只能撸木头啦。那我们要尽量的在晚上之前先躲起来吗？先下矿好了。那我们做工作台，我们这边弄个工作台出来，然后我先做木镐好了。来，我们这里有一个，为什么我的那个叫什么？我的鼠标，你看中间那里有两个箭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哪个模组的东西吗？好像是我蹲下就会有哦。好，我错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偷。你是什么？嗨，好恶心哦。我们来看看这附近有些什么。刚才看到一只老鼠，煤炭碎。我们先来做，等等，我的木材不够，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做木镐，这边把煤炭挖下来。今天要先下矿吧，我觉得应该第一件事做家是有点困难的，对不对？我们先来挖个六颗鹅卵石吧，然后做石斧和石镐。第一天应该也只能这样嘛。第一天除了这个好像也没有其他事可以做嘛。我附近好像没有遇到什么村庄或者是特定的建筑之类的。我们把这个给带走，获取升级。所以我们看看上面有没有可以看到一些什么东西，说不定会有一些特别的建筑。这个是什么？打下来看看。菊苣根。完了，后面那两个字让我有点想歪。拍谁？想法就是如此的糟糕哦。大家应该很习惯嘛。这个应该是可以吃的吧？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萝卜之类的吗？它补超少哎，只有半格的饥饿值，应该是挡到我，应该是吃起来也没什么效益的东西吧。我们来这边看看，感觉好像等等，看到你了。碎。我们过来这边还有煤炭可以挖，那个是什么？你看那边红红的。来来来，看到新东西就要冲过去。我很确定这并不是原版的东西哦，这个铁定是模组的啊，对不对？那我们这个系列呢，主要的目的啊，应该就还是打个中介龙，然后去中介晃晃。我相信中介会有新东西，对，大家应该可以期待一下。石镐可以挖，我刚才原本还在想说会不会需要铁镐才能挖掉这个哦。我们先把它全部挖下来，再看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很像红石吗？不对，这个是血吗？血应该不会是矿石吧？这两个单字我只记得第一个应该是血，后面那个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算了，反正就是某种矿物吧。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有 JEI 啊，来按下去，没有反应 ，R 和 U 都没有反应，还是我没有装到啊？有啊，按木棒有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啊？我按哪一个键都没有反应这个应该是鬼灭之刃模组的东西，但我不确定是什么。好，之后再来看看吧。那这一次装的鬼灭模组其实跟之前是不一样的哦。这一次这个鬼灭模组应该是比较全面性一些的，会生成特定的鬼，会生成鬼杀队，然后也会有一些特定建筑出现。之后我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看到，希望啦，希望我都可以遇到。这里我觉得今天要解装应该是没有忘啦，应该没有机会。这个煤炭我们挖这样应该够了。这里有草丛，这个是莓果之类的吗？我还有装一些有关于食物的模组，这个看一下，草莓、草莓虫等等，这个字不是莓，看不懂，完了，我现在连可以右键，我现在连中文都看不懂了，完了，我真的是越来越烂了。这个是可以跟莓果虫一样，右键直接取下它的莓果，那应该是可以吃了啦，我们等等应该都可以吃一下。Hilly 是啥？你是猪吗？对耶，你是猪耶。这个猪，他刚才掉了一个。这个东西是脂肪的意思吗？这个东西是脂肪吗？好像是这个东西可以变成脂肪块，可以做成蜡烛等等。我记得蜡烛应该不是脂肪做出来的吧？是吗？有人知道蜡烛是怎么做的吗？我是真的不知道啦。所以杀猪会掉猪，不是猪肪，脂肪是不是？天哪，台湾狗语。
租房 ，OK， 看不到，可怜哦，为什么没有回到？为什么？哦，有了，为什么刚才砍斧头是砍不下去的？砍斧头，为什么刚才挥斧头是挥不下去的？奇怪嘞，是我手的问题吗？还是我刚才有被中断？因为我装了一个模组是，可能假设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需要先蓄力之类的，那如果我们被中断的话，是没办法造成伤害之类的东西，我不确定，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这个打死会有，一样是皮革。这里过来，我看到了，击杀，冲冲冲冲冲，嘿，每一次新系列的第一集，我们就是去找一大堆新东西，没看过的就是看看，除了这之外，好像也没什么事可以做哈。然后天应该快黑了吧，我们真的要赶快躲起来了。这里是为什么鸡会有黑的、啊、猪刚才也是黑的对不对，鸡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定掉落物吧，这个是打下来看看好了。吉雷西，香蕉的树叶吗？所以你是香蕉树， OK， 好像蛮像的。好啦，我们应该也只能赶快下矿了吧，我先再挖一棵树，给我挖一棵就好，然后我们就直接下矿啦，希望我们的木头是够的，希望啦、再挖一棵好了，有点担心。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做出铁装或者是其他的装备啦。我记得木头可以做装备，我好像有装，来，我们先过来一下，我们把这里挖开，我们直接从这里然后用阶梯的方式这样往下挖下去哦。等等要赶快做个火把，我们先把这里给堵起来好了，来，我们堵在这里好了，这样子安全吗？应该是安全的吧。然后这样我们先挖一些石头，石头能不能做装备我就不确定了，我记得还蛮多东西都是可以做装备的啊。火把忘了做，我们先做一些，不然真的好暗哦。有了，这样就亮晶晶的，我们插一根在这。对了，晚上外面会有鬼，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出去闹一下啊，这样我们才能看到鬼啊。我们先做出石头装好了。来到这边铁挖一下，然后我看到这个，我看不懂日文啊，这个我很确定不是英文，这个一定是鬼灭之刃模组的东西，但我不知道这个是哪一个，因为我不会日文，它在哪里啊？等等，我先做装备好了，这个关起来，先装备做一下，应该是可以做，不行，还是我们这样子吗？应该是可以做吧，可以的，木头是可以做的。石头好像要烧过这个我就不确定了。我们先做出全套的木头装吧。会。为什么是两个头盔？好，我们全套穿起来，多一个木头的。天哪，蠢！东西先准备好，我们好像还需要一个剑，对不对？来，我们木棒，然后石头剑出来，我们就可以出去打怪了。对，我们现在身上还有一本绿色的书嘛，这个我好像刚才还没看，对不对？等等带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知道他是谁，而且我不想惹他。看看他的血量 ，no， 这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惹的家伙。当作我没看到，各位，我不想让他一开始就挂掉。当作我没有看到，我什么都没看到哈。你们也没有看到嘛，对不对？没有啦，什么都没有啦。我不想第一集就挂掉，那个我很确定不是我该惹的家伙。我们下来乖乖挖矿好了，他应该不会冲下来吧？这好像对外开放的哈，他好像下得来。我应该不会挂掉吧？他应该不会这么糟糕吧？就是这样，还堵别人洞洞，堵别人洞洞听起来超奇怪的。应该是不会这么坏啦，希望不会。那这里又有一个碎哦，哎呦！好，底下好多石笋哦，又是一个大峡谷，然后这边有废矿，两个生怪砖，碎，哇，今天运气很好呢，但我不觉得这是我现在打得过的东西，我们先把铁矿挖一挖就好，今天运气算不错啦，但是我还是有点害怕啦哈，老人家嘛，不对，我还年轻，我不老，但是我会怕，我还年轻，大家都知道我很年轻。这里应该没东西吧，我看到这里有铁，感觉好像今天其实要做到全套铁装也是有望的啦，希望可以。这里挖开来是拍谁啦，我刚才什么都没看到，你们也没有看到嘛，对不对？没有吧，应该没有哈。我就不过去咯，各位，大家都没有看到啦。这里又是血条，我会怕。先闪，我也怕，什么都缺，什么都可以挖。看到就挖下来，
有够可怕的这世界。一开始就给我们看到一个不得了的家伙，素友，不错哦。哦，这游戏真的很不友善哎。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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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嘿，没事。好了，我们还是乖乖的在这种小地方挖矿就好哦。有够可怕的，真是个烂游戏，然后又爱玩这样。哦，我每次都呛游戏是烂游戏，然后又爱玩。天哪，这里放出来，然后围一圈放在旁边，再来丢丢。好啦，等它烧的期间，还可以再来看一下这个有够深哎，有点夸张哦，这真的有点夸张哦，我很不想下去。现在等我们有好的装备再说。等等，我是不是看到第三个啊？一、二、三，对哦。然后血条怎么又跑出来一下下？我刚刚有看到血条突然闪了一下，哎，它应该要被烧死了吧？像白天的耶。这里一二三，有个夸张哎，是不是可以做神怪塔了？虽然说毒蜘蛛的神怪塔超难做的，其实我这个系列是希望可以就是有点像是什么，冒险，就是我没有想要定点的意思啊，可能尽量吧，但可能还是会做点建筑之类的，看情况啊，我开心就好。这样，花心先别待机，来，我们这样往上挖。哎，对了，还有这本小绿书哦，完全忘记它的存在了。来，我们来翻开看一下吧。达成成就，那这一本呢是一个动物模组的书哦。这里基本上应该算是在介绍各种动物吧，像我们现在打开这个就是嘿它的一些介绍啦，还真的蛮多种各种种类的东西。这里这是苍蝇吗？它的鼻子好聪明哦。你其实是聪明吧？哦，不要以为你变成这样我就认不出来哦。它那个鼻子还会晃，笑死。好啦，反正就是一个动物的手册啊，就大概这样的概念。那这个铁矿挖一挖，我们再下去看一下我们铁到底烧好了没有，希望好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做出胸甲、头盔，鞋子不够，整装待发，穿穿。哦对，我身上的东西没有拔下来，穿不上去。北七，穿穿。好啦，今天这集就先哦，后面是怎样，为什么会有火，今天这集就先这个样子吧，我觉得算是蛮有进度的啦。嘿，那么接下来就是还是一样啦，继续整装一下。嘿，之后我们还打得过那些鬼吗？之后我们应该也可以在一些鬼杀队的人身上获得一些他们的刀之类的，就看看这游戏到底会让我们遇到些什么吧。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在一边下方点个赞，来开订阅，持续追踪我动态。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 Facebook、IG、Twitter 去按个赞，追个踪。想要聊天的话，也可以到我们 Discord 群组一起来聊天哦。那我是 Andy， 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喽，拜拜。